这款时空口琴呢，这个底部特别做了开放性的设计，那么我们在吹奏的过程当中，手挖音的效果就非常好。第二个特点呢，那么这款琴，针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音色非常的柔啊，很适合做一些吹奏一些流行方面的音乐。那么簧片反应呢也是非常灵敏。那么稍后呢，我为大家用这把 A 调的口琴演奏一首流行歌曲。